屏东县狮子乡回家文化复振成果展以走秀的形式呈现少女小米背带雅雅文化。今年由15位妇女参与雅雅复振班，从设计、缝制到装饰，每一位妇女发挥创意和巧思，为自己的女儿或姑父制作精美的雅雅。我听我阿姨讲说，曾经我妈妈也是有戴过这个，因为我妈妈如果说再次的，应该还是在90岁以上了，也是蛮不错呢。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回忆过去老人家的文化，对不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哦，想说应该我们的文化不要再停留，应该再延续下去。是一个文化的复兴，因为对我们来说，文化是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情。那如果说是一个开始的话，那希望他能够真的每一个妈妈都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一个小米娃娃。少女小米背带雅雅是狮子乡最具特色的在地文化之一。每到马萨鲁和马勒沃祭典时，部落的妈妈们都会制作雅雅给自己的女儿，在祭仪中，家族长辈会将贵重的物品挂在少女背的雅雅上面，不但象征少女的贞洁，也装满长辈的期许。这个会变成是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他的嫁妆，所以这个雅雅呢是代表一个我们南台湾族一个女孩子呢，她这一生跟着她的一个东西。是母亲做给他的。每一个家家透过妈妈和父母手中的温度，呈现他们对女儿及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过去的传统透过现代族人的实践，让这个文化重新流动在狮子乡的部落中。原视新闻巴朗，屏东狮子，听不到。